Thank you.
在中国那个爵士和其实所有音乐都发展得很快，现在已经听得出来这些年轻的中国的玩爵士的乐手都开始写他自己的东西啊，所以我还蛮有信心对中国那个爵士，几乎所有的音乐都有一些它的优点，你尽量去享受所有那些音乐，还有所有那些音乐的优点，完了尽量去学习一些东西。有人说 like be a sponge， 要去吸收，完了去消化。